大家好，不是蒙不过江，不是真人不露相，欢迎各位再度收看股市门道。好，这个大盘今天开低，好，开低之后震荡，收盘小跌19点。好，今天从盘势的部分要跟各位谈的重点只有一个，就是周线。基本上啊，今天是礼拜四，哦，礼拜四明天啊，剩下一个交易日就是明天，就是礼拜五。好，礼拜五就是收周线。那如果说我们来看周线啊，好，一可以确认应该是收黑的啦哈。这大盘的周线呢、啊？这个大盘周线呢、啊？如果要收红啊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上个礼拜啊，上个礼拜收在9206，今天目前这个位置是9013啊。我昨天算错了啊，没关系啊，这个已经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后面的走势。这个大盘如果周线啊，明天要收红啊，哦，我们简单的说，要收在9206点以上啊。明天要涨193点，193点啊！啊，你感觉机会有大不？哦，我认为机会无大啦。哦，不要说不可能了，但是啊，用一句我们台湾的术语来讲啊，我做阿伯啊生囝吃饼的啦。好，所以基本上这个大盘如果周线收黑，各位投资朋友，那个叫转折，这个是往上的转折。这个往上的转折是不是在两个月前，10月13号当天我就跟各位讲过，什么时间会完成修正？到10月17号收周线的时候，我跟你说下个礼拜完成末端修正。这个是不是收红？底价跟你讲，后礼拜后礼拜收红。那各位投资朋友，这个收红表示什么？表示这里跌完了嘛？这个叫完成嘛，这个叫完成嘛。所以当初在这里的时候，当初在这里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告诉各位，下个礼拜会收红，这个缺口会补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收红？是不是时间？是不是像我讲的下个礼拜收红？那收红之后，我是不是告诉各位会这样子往上弹？那我们反过来说嘛，这个收红叫做跌完了。啊，我问你耶，这个礼拜大盘周线如果收黑的话，不叫涨完了吗？跟这个反弹一样啊，9593跌到9014，是不是隔周收红？收红转折，转折这个也收红，这个也收红，这个收黑，是不是这个礼拜收黑？它、啊、这个一收黑的时候，是不是表示什么？表示这一段涨完了，它开始跌。五段式的下跌，1、2、3、4、5。我这是画给你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。所以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这我这是不是我画给你看？这1、2、3、4、5，是不是告诉你来到这里，这个叫做末段，不要看空。来到这里告诉你什么？告诉你下个礼拜会完成末段修正。那是不是像我讲的，下个礼拜就收红转折，就是跌完了嘛，五浪完成嘛，所以才要怎么样？才要开始做 A B C 波的反弹嘛，才开始做 A B C 波的反弹嘛，是不是？隔周的礼拜一大盘在8627，有没有跟你讲会继续收红，会补缺口？有没有继续收红？有没有补缺口？在收红的同时，有没有告诉你什么？告诉你下周预估会进入 V 波的压回，是不是都事先规划？哎，这张图已经两个月了呢，两个月了呢，这大盘的走势呢，是不是下来？这个收黑跟这个收黑就不一样喽。这个收黑是只是什么 V 波的压回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它还没完成，所以还要再往上嘛，所以我才跟各位讲过还有什么。还会有什么吸量的最后拉抬？这个收红是不是？这个我都讲过了。整理到什么时候我也讲过了。整理到什么时候我也讲过了。明天很重要，8839，是不是？明天8828进场买多，8839买多单，挂在这里等，
买完之后就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，周线收红，进入西浪的最后拉抬，是不是？空间9150到9250，最高9251，是不是？啊，这礼拜嘞，我本来认为下下礼拜才会收黑的。我们坦白讲了，我传真稿有写了，好，我传真稿有写了，但是昨天我跟各位讲过，这个大盘如果会收黑，昨天不会跌破9095。我是不是前天跟各位讲？这个，它如果要收红，要继续往上的话，它不会跌破这个点位。那昨天跌破了这个9000点，不会是支撑呐。所以各位投资朋友，今天最低来到925，最低来到多少？今天最低来到8971。好，那为什么8971是这里会有支撑？因为比较大的支撑在8960啦，我会员都知道，我传真稿都有写，我懒得拿，哦，因为那个已经不是重点了，重点就是在这个礼拜，我跟各位讲过，周线已经确认收黑了，啊，这个周线确认收黑，各位投资朋友，就表示什么？表示当初我是不是告诉各位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 ABC 波的反弹，一收黑就是转折。就像当初这怎么样？当初在这里，当初在这里一收红就是转折，它要往上弹，道理一样。这个一收黑就是转折，就是 A B C， 这是不是 A B C？ 这是不是 A B C？ 再来就是走这一段。好，台湾50，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过了。再来走是这一段接下来的目标。好，这个我昨天跟各位谈过。这个周这个礼拜的周线收黑的话，就是一个中线的 ABC 波反弹告一个段落，啊，反弹告一个段落出跌段，它就是这个目标。你怎样加我这一波？我这样子跟你讲啊，如果从指数的角度来说。这个目标来的时候，我的话你听进去，接下来的任何反弹都是空点，你知道那你可以赚多少钱？一倍。啊，你家去算啊，一倍是几点？你用偌济钱落做？这个目标来的时候，后盖我会甲你印证，好，你赚一倍。所以呢？接下来如果有反弹，不要做错方向，把握机会。好，各位投资朋友，大家在等什么？你们在等说证所税的大户条款呢，会不会取消？你们认为说证所税的大户条款取消之后，这个大盘就会大涨？好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这一波上涨，谁创新高？欧股创新高，道琼创新高。然后呢？然后欧股，德国股市创新高。德国股市在这里，法兰克福。德国股市来到10000点创新高。哦，这是欧美。亚洲股市谁创新高？日本。日本创新高，对不对？大陆股市创新高，上海，对不对？上海股市创新高嘛？上海股市这个不是高点了，但是它跟我们没有关系了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上海股市这个不是高点？它这个量出来价在这里，它这个一定还会过高，最起码还要过高背离一次，所以那个不会是高点。好，但是这些东西跟我们都没有关系。为什么？我讲一个道理很简单，我们台股这一波弹上来有没有创新高？
没有。如果会创新高，我们早就创新高了。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啊，证所税大户条款取消了，我们就会涨，跟那个没有关系，跟那个没有关系。好，我简单的说，亚洲股市日股创新高，大陆股市创新高，欧美股市美国创新高，德国创新高。为什么我们没创新高？因为怎么样？因为我们跟韩国一样。韩国股市又跌回来这里了呢，快下不下去破底了呢。各位投资朋友，这一波亚洲股市上来，为什么韩国股市没办法创新高？我问你嘛，我问你嘛，它的高点是不是跟我们一样？它的高点是在七月底，我们大盘的高点是在哪里？在七月中。我们是不是在七月中？七月十五号。韩股的高点在哪里？在七月底，它比我们晚见到高点。可是各位投资朋友，它这个低点在哪时候？在十月十七号，在十月十七号，跟我们大盘怎么样？是不是同步开始反弹？我们的强度比它强一点，但是基本上两个叫做是难兄难弟，都没办法创新高。为什么没办法创新高？因为呢，因为是一个空头的反弹波，因为是一个空头的反弹波，它不是要走回升。如果要走回升，欧美股市创新高，日本、大陆创新高，我们就可以创新高了嘛。要走回升，不用等大户条款啦。人家国际股市、欧洲、亚洲、日本创新高，陆股创新高。我们可以跟着一起创新高了，等什么大户条款？这表示什么？表示我们跟韩国一样是一个空头的反弹，不然为什么韩国又几乎跌到快回这个低点快跌破了？因为它也是空头的反弹，弹完之后再跌嘛。所以各位投资朋友。盘讲到这里了，告一个段落了。等一下再来讲股票了。拢赶快，甲拄仔不甲你讲的赶快。任何反弹皆空点，周线可以确认收黑的。各位投资朋友，台湾五十是不是领先大盘收黑？上个礼拜就收黑了，对不对？那收黑的时候，是不是方向就往下？你去看台湾五十嘛，台湾五十是不是上个礼拜收黑就往下？啊，这个大盘，这个礼拜收黑后面不会往下吗？还有一个，除了台湾五十之外，摩根成分股的摩根，上个礼拜是不是也收黑？这个是摩根现货，我跟你解释过摩根现货，它是不是上个礼拜收黑？这个上个礼拜收在341.16，这个343，这个是不是上个礼拜都收黑转折？啊，这个收黑是不是往下？啊，这个大盘呢，一样的道理嘛，所以有什么好讲的？我只能告诉你，这里就是你的机会。如果短线有反弹，就是你的机会，而且是可以让你翻身致富的机会。好，所以基本上，赶快，任何反弹都空点。等一下回过头来，我们再来谈股票。休息一下，进一下广告，马上回来。杀了一个我，还有千千万万个我。杀了一个我，还有千千万万个我。做好环境清洁，清除积水容器，才能免除登革热的威胁。啊，毁了我的家，就没有千千万万个我了。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，也是门良心的事业。固德投顾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 2578-3000，最专业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
用心，用心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。也只有用心，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当您投资失利、求助无门的时候，别失意。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，专业投资帮助您，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是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挺你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；嘴齿痛，请用气痛五分钟。五分珠更够好，评价婚礼，定时享受幸福，就从一人开始。关于幸福等待，就像是我俩人生故事的前导片，给你一场高贵不贵美丽回忆。老店新开，风华再现，一郎以全新面貌为您服务。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现场。做股票就简单的啦，其实最难的是大盘啦。我跟你讲，做股票是安怎简单？股票就是干那两种，一种是安那，一种叫做有人做，有人做就是强者恒强，啊，一种是人做煞走去啊，走去啊就是弱者恒弱，就是安尼啊尔。那你只要分辨出来。这股票到底有没有人做？啊，人跑掉了没有？这样子就好了。我你讲这还未做煞，上少五成，会起的哦，会起的，上少五成。假如讲这种底拢拍煞，这我将来会跟你验证的，我不会跟你公开。我跟你讲，我到五成我就跟你公开了，我出场我就跟你公开。但是我有带会员买，不是没有。每个等级的会员都有。我在这一天买的啦，这一天呢、啊，这一天带我会员买的，这一天，这一天是11月7号哦。我们将来会拿扣讯给你看，这一天11月7号这一天，这你家己去看，这天就是这天嘛，哦，你家己比较嘛，这支嘛。对吧？啊，甲你讲的是古伫遮，伊是达达去，哦，啊，过来咧，这种港机，这是毋是港机？昨有甲你讲无？昨有甲你讲，这支股票涨落，啊落会使买，啊过会去，今仔日个去啊？涨是毋是落？这是不是同一只？好，这是同一只。昨甲你讲涨一落。会阁起，啊，今有阁起无？为遮甲遮现过30%，各位投资朋友会阁起无？我阿你讲会阁起，因为呐，有人做嘛，有人做强者恒强，伊就一直起，吼、哦，伊就一直起。啊，讲股票简单无？你敢做无？啊，阁会起。从我们进去到现在，用现股算哦，不要算融资哦，用现股算30%了。我跟你说什么？我跟你说最少会有五成，上少五成，甲今仔日30%。啊，是安怎会阁起？为什么会再涨？因为部队出发了嘛，部队出发了，他就有一定的目标嘛。不然为什么当初我在这里跟你讲的时候，我说他最少会涨五成？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目标嘛。所以讲这会起，你敢买无？问你去到即马三成，你敢买无？你敢无？你要不要来抬轿？你要不要抬轿嘛？还会再涨啊？真的会再涨啊？一定会再涨啊！啊，你袂哦？做股票哪有啥困难呢？简单讲就是有人做嘛。啊，这一档不管买就是这一档嘛。这个都不会受大盘影响，而且这个差别在哪？这个在低档有人进去，好，有人进去，
好，未来基本面也很好，它是某一个的类股的台积电，你要做长线也可以，做短线也可以，反正这里都是一个买点。这个叫习惯，好，做多是你们的习惯，但是这个是符合你的需求，你真的想买股票，一定要做多的话，我就给你这两档标的，啊，你不用担心，它不会受大盘影响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有人做，有人做，有人做就会去，但是正确的做法，坦白说。正确的做法，为什么我都跟你讲大盘？大盘是最难的呢。各位投资朋友，这一波目前为止都照我讲的做呢。我问你，多几个人有法度像我画图啦？讲难听一点，画线给大盘走，路径完全一样，是不是？哪一个人可以啦？全台湾有谁可以这样子做？不要讲说股票涨停板，我的股票没涨停啊。哪一天涨停板？有啦，这刚盘中涨停，它也没守涨停啊，可是它就一直涨啊。所以说理论上，这个大盘将来它是往下，而且有一定的空间。我问你要做多还做空？你也一定要有一部分的钱拿去放空，保护自己，将来低档你才有钱买。我昨天跟你讲过。你不要怕买不到股票，怕你股票很便宜的时候你想买没钱了，因为你都套牢了。所以趁现在大盘还没大跌，改变习惯，一个是先买后卖嘛，你买股票也是为了卖啊，啊放空股票是先卖后买而已啊，买回来还给他嘛。台积电，问半空，跟你讲原因，对不？跟你讲。11月28号跟你说下周收回转折，上个礼拜是不是收回转折？上礼拜我们跟你说收回转折，对不？行不行？我是不是事先预告？啊，收回转折，啊各位，我问你行不行往下？啊，这个大盘，这个礼拜收回后面不会往下吗？哦，啊，这个听无要讲啥啦？啊，干哪想要做多？做多真简单，强者恒强，有人做就会去。我跟你讲的股票，你敢买就去啦。放空爱人带你袂晓。大力光，我无浪费时间讲啊啦吼。我们讲那个讲群创，群创哈，群创昨天我跟你讲过了，好，我没有空最高。好，我昨天才进场去空，好，那里有我告诉你的反弹的时间波已经完成。好，今天这个群创它是一个技术性的反弹而已。明天来个14块，我跟你讲，这价钱未过15块是一个好空点。明天这个价位可以进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跟你讲原因的嘛。基本面，我昨天讲过了，它这个礼拜就是收回转折，就是完成这一波的反弹。这个叫做技术面，基本面我告诉你，明年面板会好吗？明年面板不会好，为什么明年面板不会好？韩系的 LGD， 陆系的京东方，他们在这两年开了很多条8.5代的生产线，那是不是生产线开出来了，供给就增加了，对不对？那一供给一增加的时候，面板的价格是不是就下来了？所以这个叫做基本面，是看未来，不是看现在。所以说，群创今天的技术性反弹，弹完之后后面会再跌，要把握机会，不要做错方向。好，除了群创之外，明天这个价位，我设定一个价位，你有兴趣，我带你进场。好，技术面跟你讲啊，基本面也跟你讲啊。再来，就是这个。这个涨势末端时间波未来基本面不佳，这个也是，还有这个也是，这个是一个头部成型的，好，头部成型，然后呢，利多也全部都出来了，跟台积电一样，台积电是不是也利多出尽了？一样，但是这个是领先做头了，后面怎么样？后面会往下，所以各位投资朋友，
这个大盘短线有机会反弹，但是记得我杨少爷跟你讲的，短线的反弹是你的机会，不要做错方向，一定要怎么样？利用大盘还没下跌的时候，赶快改变习惯。标的，我帮你准备好了，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。时间关系，跟各位讲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会，拜拜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好，谁说了算？我是物流专家，让全球热爱 MIT 产品。我是 K， very good。我是 Dr. Beauty， 让世界都变美。我是 Happy 达人，让香蕉皮变成抗忧郁保健食品。自由经济示范区才是台湾的潮，既在地又有竞争力，一起潮吧！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。也是门良心的事业，获得投顾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专业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用心，用心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。也只有用心，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当您投资失利、求助无门的时候，别失意，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，专业投资帮助您，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挺你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；喙齿痛，请用齿痛五分钟。五分钟，紧讲好。哇！